豆豉炒饭，哇，好香啊！豆豉，这个是丰原的小明虾，哇，好足的料啊！那个有菜豆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甜椒，红色的甜椒，素火腿，青椒。哇，好多料啊！还有玉米芯，怎么吃？游泳。它只有两面吗？它的咖啡 ，coconut latte、rose latte、caramel latte、hazelnut latte、mocha、cappuccino。哎，还有那个 coconut chocolate 的。drinks。要 shake 要 shake， 这个是 coconut 的嘛 ，coconut， 另外一个是它的 signature 的，这个是 caramel， 这是它的 caramel， 感觉 ，oh no， 非常的苦哎，怪不得他讲要喝冷的，冷的可能没有这样苦。有啦，它其实有糖的。哦，我刚才叫它放全部都是豆水，它没有 oat milk 跟 almond milk， 太夸张。哎，你摇好了，你喝看它的豆水味浓吗？还是放吧，这个糖 white sugar， 它的糖是它的酒店的糖来的。喝看这个口味的，哇、哦，它上面有一张纸。果然还是冰的比较好喝。这个椰它是放什么椰吗？有一点香香的味道。有一点在吃椰丝的感觉，可是它是那种椰丝的那个甜甜的味道。5到3分钟就喝完了这个。デニハルカ。冷蔵庫。冷蔵庫是冰箱的意思。Japanese sweet potato have 5 types to roll。 哇，哎，像这个是什么？有的选吗？这个、烤的。哦， sweet potato fares 一个8块钱。哇，烤好的，值得买一个，反正它是 fares 嘛。哇，是烧的吗？应该是。哦，这边是烫的。哦，它里面都是烧的哦。来，拿一个烤地瓜，8块钱，值得吧？嗯、它现在做 fast 8块钱，烧烧的，是烧烧的。Big sweet potato， 我觉得这个纸袋可以收藏。嗯，好，走吧，我们去还钱了。按那里，中间这边，看里面先是怎样的。哎，哦，蛮大力的，蛮大力的。这个好像抽签这样子，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开里面来看。一人一半吗，爸爸？烧烧的，我拿出来已经，我觉得差不多要冷了。我觉得还烧吗？很冷的。哇，还不错。你爸爸，你爸一半。这纸袋我要留着做纪念。哇、哦，哎，没有烟出来，我有点失望。啊，温温的啦，是看好吃吗？还可以。软软的。甜甜软软的，有一点像以前我们吃的那个。这不知道是哦，很大力。嗯。它皮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吃，吃看它皮。可以吧？可以，番薯皮可以吃，有营养的。只要它洗到干净，没有吐。皮可以吃，这是人家给我讲，我爸爸他们都有吃。
哦，没有，他们有一些也是拔掉的。他的皮很肮脏。那里那里。嗯，有点黑黑，我这边有一点，这个就不可以吃了，这个黑黑拔掉，蛮好吃的，嗯，很软很软，很甜，最重要很甜。味道，有一点淡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知道吃它味道吧。我可以不够，哇，吃到青椒，还我可以不够，会不会太干了？对，它就是乱乱随便给你炒，跟那个，这萝卜糕吃看。可是这味道不高哎。还切小个，可能我们订到太紧张，他们赶时间在做，嗯，嗯，哇，这里面好甜哦，那它的外面的饼皮是很薄的，酥脆酥脆的饼皮。最后一个是看这个大水饺，最后一个是看这个大饺子，它是饺子而已。我们进来拿鸡肉，嗯，它这不是鸡肉烧的吗？它是酸酸的，有点酸酸的。嗯，前面那个。那天也是有人来教，花椒不要。哦，这芹菜的啊、哦，那个，哎，吃还是芹菜的味道。哇，这个香菇的鲜味曲。如果我们这边有卖这样的早餐也是不错，虽然是讲有点贵了，这样子要8.5元一个早餐，吃了8.5元，加一杯黑巧克力奶盖黑巧克力，太丰富了。哇，它其实是有放意大利的香料下去的，所以你可以吃到如果好像有点意大利面的感觉，但是有放 cheese 的嘛，看起来有点 cheese 的，还不错，这样子做一个早餐。是还不错的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话费用会比较